大家注意看，这个男主角叫做思思小可爱，有订伊副频道的人数，实在是少到有够可怜的啦。无出意外的话，马上就要出意外了，大家实在是太凶了，拢还没订起来，我伫这拜托大家订起来，内底会固定 update 直播，还有直播的精华。好啊，这期的影片就要开始了。汽车教授，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，Ferrodo。百年欧系刹车品牌，得您信赖。耶、大家好，我是科比传教士。今天，应该是科比传教士之外汇篇，是这样吗？为什么是外汇？另外一个篇叫什么讲？番外篇。番外篇。外汇。你要吃什么？你要吃什么？你要吃什么？你要先看，大家看一下。哎、就掉，就不用讲了，这当然这掉了啊。哦。啊，等一下我们就这里有没有？找个扣子扣进去，如果万一再不行了没有？请泰山手伸进去，直接明天花掉，我收起来那种。哦，在做。哦，好，不是泰山手放在这里，把它转过去。然后我想说我的手就放在那。啊，这个你看，这个侧扣就是等一下再把它扣回去。你这一盒出现，又出现了，好像没有一样的，但每次找都没有一样的。这洞蛮大的啊。对啊，它正常是这样啊，这样进去。嗯。啊，手进去就卡住了。可是它现在这个卡不住啊。给它登起啊！其实锁上去这个是会膨胀啊，再不行就是找看看有没有大颗的，不然就是爱情花过往必受啊，对锁要从里面。它自己这样放下去，这个比较简单吧？就是比较简单的，对吧？困难的给我，在。所以，搞完没解力啊？根本不是一样。有吗？你有转吗？有吗？有转吗？咖喱咖喱没有声音啊，你啪啪片。转不是咔咔啦咔啦咔，赶紧转，没有声音，有了吧？有了吗？有，问你啊，有紧就好了呢。紧了，紧了，紧了，紧、哦。好了，加杯钱，混加茶了。哎，塞吧。哎，塞，塞。你阿公啥没钢线？我看起来是一样啊。哦。主要是要那一个要喷好、啊。这个要磨掉了，对吧、啊？我先喷那一个，把它喷好再说。哇哇！我一看就没事了，稍微盖一下，远看最少看不太清楚了。精华当然是还是有瑕疵啊。听说有个洞哎、欸，泰山说有个洞哎、欸，这里啊，你看，哦，这个，啊、这要怎么做？怎么做？第一要先挖土啊，这头爱用掉。那我们这样要怎么补？反正我们后面那么多藤是要拆一个叶子板下来装，还是这样喷好啊？这样好，不然就是下个雨就掉下来。不是喷漆啊，补土补一补啊，喷下来就没，你看不到了。我们不是这样做的啦，那不是做到那样了，那在做后了。虽然它已经有一点伤，我们还是不要。所以今天要久违的把它补起来。对，你以前做钣金是吗？对啊。所以这应该对你来说是小 case 吗？还好啦，太久没做了。现在的修理厂应该是整片换掉了啦，我先给它抹掉啊。里面要先垫个东西，外面再做个板膜啊，你知道吗？板膜就是做个膜去啊，灌泥浆灌进去，还是做出来的这样。嗯，你要用什么？发泡啊，要用发泡剂。对啊。啊，为什么不用你们之前拍过那个泡面？泡面啊，泡面会不会引来老鼠、蟑螂？到时候这台车的整只要被吃掉了。对啊。其实不用太多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？俗称发泡就是一眼。发泡、哦，啊，多了怎么办？用割的吗？没有，这样就好了。这样就好了，让它割掉，我们再补一补啊，这样就好。你跟它协调好。啊，这基本上凉凉吗？哇，都最最。我看看，很像那个奶油。灌下去不是越多，其实灌下去它就会膨胀，等到最后是变硬吧，对不对？开始的，哎、欸，皮已经硬了，刚刚是黏黏的嘛，哇，欸、对，还没够硬。等它干了，我们就要一样嘛，表面切断之后，好、啊，我们再磨一下，我们再。上个土啊，再喷个漆。嗯，因为我们灌比较多啊。嗯。今哇，今晚那边啥漆的病也哇，你看扁掉了。嗯。所以要等它干一点，趁这个时间去喝个茶，尿个尿，等一下再回来。汽车教授，职人洗车用品专卖。你在干嘛？这收收诶，快赶紧的啊！我看点了啦，这个有点像冬天的感觉。冬天什么东西？冬天的感觉啊，不会感觉点热的感觉。谁的冬天的感觉？你摸看看吧。哦。
有没有似曾相似的感觉，冬天的感觉。我们要先把套套子把头发贴起来，贴开看麦啊，我用电的对吗？哇，就电的。你看这火鸡还是怎样的烤烤的，拔下来了，看起来是没怎样嘞，伊这是俗家的。哎、欸，为什么那是轻？因为咱穿起来，我忘记了。我就说，哦，怎么那么轻？这就是原底俗家的，拢、无。灵气的，你知道这我阿的阿那瓦，你知道？我知道。但之前换几台就是这样，就很软。它没有，它都不会动。它就是那个断差怪怪的。对，为什么？我觉得啦，我个人觉得有可能这个换过，要么是这一个换过，不能这一个，我不晓得哪一个换过嘛。询问 OG 啊，如果有办法换，我们就更换。功能都目前正常，因为这个没有气囊嘛，这个只有冰冰。好了、哦，我得多、欸。你不要用疤了，等一下整团拉出来。等一下搞不好修了耶，你看这个有跑过，我觉得这个有点住过耶，好一点点的。哇，啊对呢，我给它修剪的话，好了，我把你的肿瘤移除了。可是好像还有一些洞，我们要做一下浮土啊，不然你刚没有补的话，有没有土挨着进去。它、啊、土质留一点老一点老的呀。哦。哦，来剥头啊！这上面有一层油啊，那是油、啊。嗯。那是正常的。如果油都没有的话，土会干掉。你看我的用就简单，你敢用你就知。我讲就简单了。啊。我什么时候说很简单的？我没有。看起来就是真的很简单啊。好了，补啊。技术如何啊？我要补了，补吧。巨哥说这个发亮就已经是都干，可是干的里面还没干啊！你看会不会啪是被它挤出来的？好，没关系，我们等一下再看。没有可能，它是还在长出来的感觉。啊、我觉得它好像还在长呢。不然你吹吹看。看，有啊，变大啊，有吗？你注意看哦，它变大吧，吹了就变大啦、啊。就修哎，哦，嫩皮，冷缩啊，对嫩皮啊，你看，哦，就 Q 哎，太修假，太修假，啊，等一下了，好吧，再等一下了。Two hours later。这样就补好了。如果是真正他们在用啊，这样有没有？它是有气泡，有没有小气泡？有没有看到？其实他们会用那个再更细的补土啊。其实这里如果认真讲，应该会有一个挡泥板的。打喽！这个哪可以喷两盖啊？哟，嘿嘿，会使吧？加速！怎样？你觉得怎样？不错啊。哇，啊、不能加那样，这样你就漆就留在这里吧，看得到吗？有没有？这样就可以点漆了。嗯、如果是用点漆的，是这样点啊，点漆就是。不要点太多，点把那漆盖过去就好了，补好了，有没有看到？碎了吧？看不出来，看不出来啊！好了、啊，那这样，这样怎样？可以撑多久啊？久我这个我就不知道了，反正你不要去踢它，应该是还好，应该是不会坏了、嗯。这样，所以这样去冲啊，或是时间久了它还是会了、嗯。你今天用钣金的方式补过，你防锈有没有做好？它还是有一点。还是会，这个不是非正统的啦，正常来讲不是这样做了。如果正常来讲，以前投射友来讲，通常换掉就好了，一直把它换掉。可是换上去颜色又不一样了，就要再考。哎，换上去这边是不是
哎，你画的白色的彩绘，好啊，耶，完成。再来就是等洗车了，洗完我们这如果用需要我们再补一下，这样就可以了。耶，完成哦，天就黑了，耶。好，洗完记得帮我订阅、分享、开小铃铛哦。耶，我可以更无敌不告更多的影片。Ferrodo 百年欧系刹车品牌，得您信赖。你来塞是水啊，老婆。啊，我觉得可以了啦，可以了啦。